高的才是过来看的。在哪最高？最高。最后面的最高。这个只是前面的一个功能。好，这个是货物列车，是不是跑得比较慢？如果说不用马早就通过了。这是上细站的了。有啦，这是上细站的啦，我就一种站叫做招呼站的，连人都无咧。哦，招呼站，无你卖车票了。无啦。你这铁路就卖一寡纪念车票，就通来卖，不要去做纪念的。往台东了。有啊，你看这次电气化作有重新拉皮啊。对，那个赶紧建议。我带你讲。